Avant. Arwan. Vous. Zemla. Qu'est-ce que tu as dit? Non. 阿凤，你怎么这样问我？没有啊。你个干什么？怎么了，阿凤？你怎么还在不愿意跟我说？是不是为什么嘛？说，你说你。阿凤，你不要这样啊！我都在帮你跟那个男的。我们？对，我跟阿婉。阿婉。 回聪，你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的。可是阿凤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你是不是同性恋？ 你在结婚前就是了吗？可是我跟你结婚之后，我就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？我本来以为。 可以跟你拥有一个家。我们不是有吗？我都9年了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啊？哈！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我以为我可以改变，我可以好好照顾这个家。 好好照顾你，可是没想到，我只是自己骗自己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 谢谢大家这段日子来的照顾，那么希望以后大家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。哎，阿凤，进来吧。我正好在跟各位报告公司现在最新的状况。很不幸的，公司合并以后，我不再是各位的主管了。应该说，我找到更好出路了吧？不过有件好消息。 就是今天早上部长已经决定，由阿凤来接替我的位置，成为我们团队的新主管，所以恭喜你，阿凤。恭喜你，恭喜！恭喜
谢谢。阿峰，你猜我听到什么？什么？大臣啊，他叫上头的人升你做主管，然后他就 quit。为什么？他干嘛这样做？I don't know。大臣。啊，阿凤，我先把东西拿去车上，再上来跟大家说再见。为什么你要辞职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很有能力，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。而且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